2021年6月，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正在开庭审理一起诈骗案。现在开始法庭调查，下面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五星检刑诉2021297号。本案由武汉市公安局新洲区分局侦查终结，以被告人涉嫌诈骗罪，于2021年2月9日向本院移送审查起诉。被告人从2016年初到2020年的下半年，这接近5年的时间，针对每一个被害人，他所要的钱物，他可能就不一样，有的是大笔的，可能就说10万、5万，有的可能就是小笔的，1次2000、3000，多次。2016年至2020年11月，被告人通过虚构自己系中建三局领导、建设银行领导等身份，骗取他人信任。不断以倒卖古董的相关事由，以及可以为他人解决工作、办理社保、帮忙讨债等事由，骗取他人财物供其个人挥霍。经统计，被告人先后诈骗10名被害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88.3416万元。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此案涉及的被害人共有10人，均为女性。直到案发，还有许多的被害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骗，也不相信吴良知是个骗子。在他们眼中，吴良知家境殷实，出手阔绰，是个大老板，他怎么会和骗子划等号呢？如果吴良知的背景真的如他们所想的那样，他为什么要行骗呢？这些被害人又是如何受骗的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关注的事件，了解它的来龙去脉。经常光顾手机店的男子，竟然是国企的大老板。到时候，我可以给你100万、200万，你到时候就吃穿不用愁了。男子出手阔绰，自诩人脉广泛，还提供了一条生财之道。他跟银行的行长好熟，天成银行到底当时。偶遇富豪一线正在播出。施英54岁，儿子大学即将毕业，和丈夫两人经营着一家手机店。一家人的生活不算大富大贵，但也衣食无忧，其乐融融。他家里是在我们辖区那边一个街上街道上面，平时他就在下面卖这个手机，还加上这个手机充值。石英说，和吴良知第一次见面的具体时间他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是2015年6月的一天。那天天气闷热，让人烦躁不安。第一次去你店里的时候，什么打扮？穿什么样？打扮是那个正式的好处，晓得不？他的我是别，我不能他第一天他不要，我有那种心情。石英回忆，吴良知当时骑着摩托车来到手机店，买了一部几百元的手机之后便离开了。没想到过了几天，吴良知拿着手机又来到了店里。买了之后过了第3天的时候，这个男的又来了，他说这个手机不行，然后说要换一个。当时是我一个人在店里，我不记得他说手机是哪的问题，为了服务好顾客，我就给他换了一部新的手机。石英说，吴良知当时反复向自己表达了谢意，说没有想到会遇上这么好的一个老板，之后还和自己在店里聊了一会儿天。换了之后过了2天他又来了，说手机又不好，反正来来往往搞了几遍之后我们就混熟了。从这开始，吴良知便隔三差五的来手机店找石英。也就是换了手机之后，时不时他就来我店里充话费，聊天的时候他就给我介绍他的工作和家庭情况。多次接触他就知道这个男的基本情况。这个男的自称他是中建三局的老板，他有很多很大的能量，在另外还
倒卖古董，哎，他说这个倒卖古董这件事情不要跟其他的人讲。石英说，吴良知能把这样的事情告诉自己，说明对方十分信任自己。石英觉得不能辜负吴良知的信任，便没有向家人提起这件事情。一天上午，吴良知手上拿到接近一米长用红布包到的一个东西进到我店里来了。他说我等一个人到你店里坐一下，然后他就把手上包的东西展给我看，一把青铜颜色的剑，扁的。他神神秘秘地跟我说，今天我把这把剑拿去卖了，你这人蛮好，我到时候也送你一个。我认为他是开玩笑，笑了一下。石英以为吴良知在和自己开玩笑，便没有当真，但他没想到几天后，吴良知真的拿着一个古董找到了自己，送了一个这个青铜的双耳瓶，双耳杯。他说这就是古董，要值50万。当时这个女的看了这个东西啊，之后她说：“哎呦，我从来没见过古董，这就是古董啊！”平白无故为什么要送自己这么贵重的礼物？石英一开始是拒绝的，但经不住吴良知的软磨硬泡，推脱了几下，石英最后还是收下了。从此之后，石英和吴良知的关系更进一步，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石英说，他觉得吴良知讲信用，出手大方。2个月的时候，这个男的就找他开始借钱，说他有一批古董要出手，需要路费。对对，哎，我都要出去搞几千万的古董再去卖他，卖他的又没路费。嗯，一趟两趟的，哎，要去卖搞古董去卖的话呢，哎，那要交车子一还是几千，我要有其他办费用，我什么事的，就慢慢的，就会看你怎么接我的古董卖的给钱的。嗯，搞这搞那的。石英回忆，把钱借给吴良知之后，吴良知还拉着一车电器来感谢自己。吴良知声称他在当地有几个特别大的仓库，里面存满了各种家电，想要用的话可以随时找他。几天后，吴良知再次找到自己，说上次出去卖古董的生意没有做成，这次还要继续去外地贩卖，要石英借钱给他当路费，他只有把古董卖了才有钱还。同时吴良知还强调，这个生意算是两个人一起做的，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如果走漏了风声是要坐牢的。他反复和我说，古董卖了多的是钱，我给你一大笔钱，你不要担心钱的事，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家人和丈夫。古董只能偷偷地卖，现在我们是在一起做违法的生意，如果我完了你也完了。你给我路费，到时候我可以给你100万200万，你到时候就吃穿不用愁了。石英说，当时他在吴良知的威逼利诱之下，只能再次把钱借给吴良知。他渴望着他挖到古董，去把卖一件古董发了大财，之后呢，把他之前的钱还给他。说白了就是被锁住了。有一次在闲聊中得知石英的儿子正在找工作之后，吴良知立刻表示自己认识相关单位的领导，可以帮其运作。后来还说给他儿子可以介绍到中电三局上班，然后让他拿点钱，我认识什么领导，你给点钱，我去跟你疏通一下关系。你儿子是他儿子刚好要大学毕业，他跟银行的行长好熟，天成兄到底那个是，还送行长没事钱，还送酒没事，要用钱的那个，那还是要是吧。石英回忆，没过几天确实接到了电话。电话那头有个女人自称是中建三局的领导，说石英儿子工作的事情已经办妥，安心等消息即可。过了几天我还接到电话，对方还是个女的，说是中建三局负责人市里领导，对方说事情办妥了，我把安排好了工作的图片社保一些证件发给你看一下，请你放心。我认为吴良知已经把我儿子的工作安排妥了。在两人认识的2年多时间里，吴良知以各种理由向石英借钱近40万元。石英说，当时他完全没有想到吴良知会不还钱，更没有意识到吴良知一直是在骗自己。为什么要给他钱或者借他钱？
一个还睡不醒，抽他就睡得醒的，偏门的话嘞，也睡哎，公安干部工作的，在我屋还有房子，就这样的哄人。知英告诉记者，在两人认识的期间，吴良知带着自己去看了他在城区的豪宅，之后还将这所房子的房地产权证压在了石英的手中。他当时带你带我去看那里，看了。他把那个钥匙一打开了，他也是没这个房，把我看对吧？这还是股东么样的对吧？这随便买这钱都得黑人，是不是？石英说，除了吴良知给自己的房地产权证，手里还拿着之前吴良知给的价值50万元的古董。他当时觉得即便吴良知不还钱，自己也不会有任何损失。他对古董他根本就没有鉴赏能力，他也不知道是真假，别人说的真真切切的，是不是赌注发誓这肯定是真的，我到哪里鉴定过？没拿去鉴定的。这东西不能花的，你不能打击买哈，你不能打击打击高买开，不能再把那最终让石英起疑心的还是儿子工作的事情。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儿子始终没有接到上班的通知。当石英就此事反复催问吴良知的时候，吴良知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就以前的话，不管怎么样，他打电话可以接通，微信可以语音啊什么可以打过去。后来他突然发现这个人我联系不上他，好多钱，我现在联系不上人，心里就慌了呀。2018年11月18日，石英来到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新洲区分局留级派出所报警。他说他是中建三局的，我们到中建三局去了解，根本没有这个人。第二，我们到他家乡去了解他本人情况，他多年没有在家。新洲警方通过进一步的走访和调查发现，吴良知有犯罪前科。案发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固定的住所，一直在社会上游荡，想要在短时间内找到吴良知难度较大。又对吴某采取了措施，办理了刑拘手续，然后依法去他家里多次抓捕，但是没有到案之后，我们就依法刑拘上网追逃。被列为网上逃犯之后，就一直都不在新州，跟家里也断了联系。我们是直到2020年年底的时候，才是就是接到一个预警的信息，就是说他来到了新州，在正在某一家宾馆里面住宿着。消失了近两年的吴良知终于出现了，民警迅速赶到吴良知所住的酒店，先让服务员敲门嘛，就是说我们酒店就是送水啊，送水果之类的，就等他把这个门一开开，我们就冲进去了，冲进去把他按着，他当时手上还拿着手机在，我们当时从他的随身带的手机上面看到很多信息，有的信息很暧昧，有多个女子跟他联系说亲爱的，我们之后就感觉这个男子应该结束的不是一个人。案件的走向果然和警方判断的一致。吴良知落网之后呢，有多名的女性以吴良知失踪为由报警，民警迅速和这些报案人取得了联系。通过核实，这些报警的女性都是吴良知诈骗的对象，涉及的金额少的有几万元，多的有50多万元。对待他们，吴良知用的不是一个套路，有时呢谎称认识社保局局长，诱骗被害人缴纳社保费用。有时又冒充企业高管，以介绍工作为由索要好处费；有时谎称倒卖古董做生意，送人古画、金老虎等等古董，邀人入伙借机骗钱。行骗的伎俩可谓是五花八门。那么，吴良知是怎么和这些被害人相识的呢？他又是如何周旋在这么多人中间，让这些年龄背景不同的被害人上当受骗的呢？我们来听听本案涉及的相关各方声音，解开疑问，还原真相。地摊买假货充当古董，租车租房办成功人士，戳破谎言，富豪真身竟是工地钢筋工。偶遇富豪一线正在播出。民警向记者介绍，石英等10名被害人都是普通人，有一位名叫刘艳的被害人，
他在遇到吴良知之前在新州一男装店打工。刘燕说，他第一次见到吴良知时以为自己碰到大款了。在接触的过程中呢，出手非常的阔绰，平常穿的也非常的整衣服很高档，抽的香烟很高档，平时呢自己不会开车就租台车，哎，我给你200块钱，我打电话你就来，就这种感觉，感觉自己跟个老板一样。2019年6月，吴良知西装革履来到刘燕店里买衣服，一买就是5000余元。吴良知自称是某建筑公司老总，看刘燕服务态度好，又懂衣服搭配，以后还要来这里置办行装。刘燕很高兴，以为有了一个长期客户。刚开始的时候，他向别人就进行一般的聊天的方式，哎，聊天的方式，时间一长了之后，他就开始炫耀他的身份，哎，包装他的身份。双方加了微信后，吴良知不时地嘘寒问暖，聊天时总是透露在政府开会、在上海出差、在参加酒会等高大上的行程信息，有时还发来照片。刘燕娜经历过这些，一来二去就深信不疑。几个月后，吴良知焦急地表示项目出了问题，急需资金周转，希望刘燕帮帮他。为了获取信任，吴良知说要将武汉市江岸区的一套房产低价过户给刘燕。在吴良知甜言蜜语的攻势下，刘燕拿出了积蓄。之后吴良知又以工人受伤要赔款、项目需要垫付资金等理由哄骗刘燕拿出了所有的积蓄，还从网上贷了款。在那一刻，刘燕完全沉浸在吴良知描绘的美好未来里，以可以给被害人的孩子安排上学，把武汉的另外一个被害人的那套房子过户给他，把杨罗的我新州杨罗的一套房子过户给他，不断的向这个被害人借钱，以转账、现金、支付宝、微信等多种形式达到50多万元。这个被害人是被骗的最多的。2020年1月初，王敏正在街上散发售楼宣传单，一辆高档轿车停在了他的旁边，车窗开后，一个身穿西装戴着名表的男子伸手接过传单。男子说家人要买房，顺势要了王敏的电话，还加了微信。该男子就是吴良知。过了几天的时候，这个吴某就跟这个小王打电话，他就说我亲戚，你把我亲戚带到你去一路看个房子。这个王姓那个女的就很高兴。随后吴良知以帮家里人咨询购房事宜为由，隔三差五的找王敏聊天。他一边嘘寒问暖，一边塑造成功人士的形象。吴良知透露自己是某建筑公司高管，如有任何困难都可以向他求助。这个王姓女的就跟吴某打电话，她说你既然有关系，那么可不可以找朋友帮我办一下社保。当时这个吴某啊就很高兴，说能。当时这个小王啊很高兴，然后就迅速的给这个吴某转了8000块钱。王敏转钱之后，发现办理社保的事情没有了下文，便找到吴良知要求退钱。吴某就说我有1亿的存款，就放在建行那面，每年建行的要抽奖，你如果说交12000块钱，这个奖可以内定，那么就可以中12万。他为了这个骗取这个王某的信任，银行那面拿了一个空白的单子，他然后就自己手填了一份。王敏没有经受住如此高回报的诱惑，加上吴良知前期的铺垫，立即向吴良知转账1.2万元，期待着内定一个中奖名额。然而晚会迟迟没有开，吴良知以明星不能到场、人员管控等理由搪塞。王敏想要回保障金，吴良知说先已交给银行，最后没有了下文。还有一个被害人，这个被害人是个60多岁的婆婆，在我们新州街上开一个小商店，主要经营一些白事的一些用品、佛事用品。结果吴某还骗了她，以她的父亲要出殡是什么，收了一车纸1500，收了4条烟，总共骗5000多块钱。
在审讯室里，一开始吴良知拒不承认自己的行为涉嫌诈骗，辩称和十名被害人之间只是发生了借贷纠纷。嫌疑人有两个微信号，非常狡猾，并且他的微信号不是用他本人的手机注册的，这就是他的最主观的犯罪动机，全部都是虚构的，这是很典型的一个系列的诈骗案件。为了调查取证，民警南下广州、杭州、上海、南京等地，历时五个月，走访了21个部门，调取书证和证人证言200多份，手机截屏照片500多张，资金流水账目12份，制作光碟15片。这些东西啊，都是吴某骗取10个受害人，这些道具是所有的都在这儿，还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个一部分，这个两个耳杯和这个铜老虎，他是骗了其中的一个，骗了50多万。所谓的清明上河图，这个是骗了另外一个，骗了另外一个，骗了40多万。还有一把剑，他说这是古墓内盗过来的，辟邪的。这四个，这剩下的就是骗了这个报警人的，第一个报警人的骗了50多万。我把这些涉案的物品送到了湖北省这个博物馆进行鉴定，这个他们说这都是现代工艺品，地摊上头根本不值钱。在证据面前，吴良知再也没有办法狡辩，他只能如实交代。倒卖古董、帮人找工作，这些都是骗钱的鬼话，老总、高管身份是包装出来的虚假人设，目的是博取被害人信任。实际上，车、房是租的，名表是假的，衣服是骗钱买的，古董是在地摊上买的假货，开会、酒会照片是他在网上搜的。那经过这番刻意包装，每次骗钱他都不怎么费力气。吴良知落网之后，被害人最关心的是他被骗走的钱财能否追回来。诈骗得来的近200万赃款被挥霍一空，被害人深陷骗局后负债累累，众叛亲离。偶遇富豪一线正在播出。你曾经受过什么法律处分没有？92年被红安县人民法院依法判的，也因为那个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据了解，吴良知现年57岁，小学文化程度，之前刑满释放后和妻子生活过一段时间。刑满释放之后呢，一直在工地上做钢筋工，在建筑工地上做钢筋工，跟他老婆一起，后来因为夫妻感情不和离家出走，之后就在社会上晃荡，到处混吃骗吃骗喝的。民警告诉记者，吴良知的家人对他早已失去了信心，都不愿意和他再有任何瓜葛。吴良知的儿子甚至都不承认有这样的一个父亲。有妻子，有一个儿子和女儿，这个因为这个吴某啊，这个他的平时的品质以及这个个人习惯不同，他跟他家里啊没有什么感情，妻子跟他几乎就是分居，儿子跟他之间没有来往。在调查过程中，民警感受到吴良知一心想要过上不劳而获的生活，因此在几年前有了诈骗的想法。在做这个事情之前，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并且后来我们在讯问他的过程中，他自己已经说了，他说我无所谓了。从诈骗的过程以及对象，我们发现吴良知行骗的目标并不固定，也没有针对性。他对这个寻找这些受害人，他都是这个无意的撞到上面去，他就只要是个人嘛，他都会向对方说起电话号码、这个微信，然后互相加微信。与被害人认识之后，吴良知首先会和对方进行一段时间的闲聊，寻找对方的需求和弱点。一个就是
这个冒充中建三局的经理，第二个就是他是当兵的，他当兵的身份退伍，第三个就是他银行的有朋友可以为受害人抽奖，他在政府部门有朋友可以办理低保或者是社保，他在武汉、上海还有我们新州的杨罗有住房，他可以把这个房子过户给别人，并且每个人骗术不是一成不改的，随着我你是什么阶层的，我就用什么样的骗局骗你，你有什么需求我就用什么需求骗你，我就编一个什么的谎言去骗你，把你装进去，把你套进去。在这个骗局中，吴良知采用的手法并没有多么高明，简而言之就是空手套白狼。其中有一个被害人在我们武汉市区有一套房子，当时这个他向这名被害人说虚构自己是中建三局的领导，有社会关系可以帮他卖掉这个商品房，然后当时我们这名被害人也把他带去看了一下，把房里的电子密码锁的密码也告诉他了，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中就以这套被害人名下的房屋多次骗取其他被害人的信任，然后还许诺其他被害人说把这套房屋赠与其他的被害人，以这个名义也向其他被害人诈骗了大笔的财物。吴良知用骗来的钱包装自己，用一个被害人的房产去骗其他的被害人，在吴良知被捕之时，他骗来的钱已经被挥霍一空，他既没有房产又没有车子又没有存款，全部用于他的挥霍高消费，拆了东墙补西墙，就这种情况。那他这个当时到案之后，比如他身上剩的是个现金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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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微信里只有几十块钱。十名被害人中，有的被害人辛苦打工多年攒下的积蓄被骗得干干净净，有的被害人甚至还负债累累。害得我几餐我老公离了婚，真是一辈子就叫把大哥搞搞的。他们就有钱。我不是肥的话，要不是我的娘，我他把我喂的，我们多死死。在此案中，许多被害人没有留存相关的证据，这给认定吴良知诈骗金额总数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实际统计有220多万，但是有一部分呢，是被害人给的现金。被害人给的现金呢，被害人又拿不出什么凭据，嫌疑人又不承认，这一块的就无法认定。提醒广大居民朋友们，就是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就是切莫因贪小而失大。在以后的过程中，就是我们居民朋友们还是要留存相关的借条以及银行转账凭证，或者是支付宝或者微信转账记录，这一块就可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吴良知被指控还犯有猥亵儿童罪。2020年5月至同年6月，被告人向被害人的母亲谎称自己系军医，以治病为借口骗得被害人的母亲同意将被害人单独带出，哄骗被害人称系为其检查身体，对被害人实施猥亵。在采访过程中，办理此案的相关人员告诉记者，从个人情感的角度出发，他们对吴良知的行为非常愤慨。你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你想一想你的前半生是否对父母妻子孩子尽过应有的责任，你是否对这个社会有过什么贡献，你再想想你被骗的被你猥亵的被害人，你是否对他们对他们的家人有过那么一丝的愧疚，还是你早已作恶成性，把不断的骗财骗色当做自己人生的一种成就，把用这种卑劣的方法满足自己的贪欲淫欲当做人生的一种享受，你内心是怎么想的只有你自己知道。在法律面前你逃脱不了应有的惩罚。以非法占有物力多次骗取他人财物，价值共计188万余元，它属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依据刑法规定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韦先生同罪，因为他的行为是发生在2021年3月1日之前，所以根据当时的刑法规定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2021年8月4日，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依法作出了判决。被告人吴良知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10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8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责令被告人吴良知退赔10名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80余万元。论学历，吴良知是小学文化程度；论背景，吴良知有前科记录；论外貌，吴良知年近60，样貌普通。但是，正是这样的一个人，虚构了身份，包装了自己，凭着花言巧语欺骗了10名女性，诈骗的金额也高达188万余元。那么，这么多的女性为什么都会上当呢？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让自己远离骗局呢？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中国心理学会法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李杰的解读。那首先第一条还是他打造的人设非常之成功，不管是通过租用还是通过借贷，那么这些名车名表名西装穿在身上，打造出一种多金的形象。并且呢，吴某称跟很多高级官员相识，又打造出人脉广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这样一种多金人脉广的形象，就让人非常容易去仰视，让受害人容易去相信吴某具有非常强大的还款能力。第二，吴某为了取得受害人的信任，常常采用互惠的手段，比如说通过报恩的形式，一次买大量衣服的方式，并且呢，把自己的身份证件、把房产证件抵押给受害人，这样的方式就非常容易让受害人相信，即使还不了款，我手头有这么多重要的证件，还能吃亏吗？那么第三，非常重要的是，吴某针对每一个受害人都定制了个性化的方案，从医保的骗取，到介绍工作，再到古董的倒手等等。那么越是个性化的定制方案，情节也就越为合情合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提出借钱的理由，就很容易让受害人相信，不容易发现其中的破绽。虽然吴某的诈骗手段看似并不高明，但实际上他抓住了受害人互惠的心理，抓住了受害人个性的需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屡屡得手。如果把人际圈分为3层的话，最核心的其实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亲密的家人、挚友等等。那么如果再往外一个圈，其实就是相对于这些熟人来说，相对比较陌生的这些人，比如说刚刚结识2-3个月的人，或者说从网上某些渠道或者说从购物某些渠道接触到的这些陌生人。那么当我们还处在不是人际交往的中层和内层的时候，他们就贸然地提出了比较敏感的借钱的这个话题。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是仔细想一想，或者说去验证验证这样的行为，这样的借钱的行为，尤其是承诺借钱之后给予好处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不是真的会发生，它究竟是一个馅饼呢，还是一个陷阱？其实大部分这种情况，我们是应该予以否定的回答。无论如何拙劣的骗局，只要有合适的时机出现在适当的场景，就有可能让人落入陷阱。我们无法杜绝骗局的出现，但我们可以守住欲望的大门，控制住自己的贪念，这也许是最有效的防骗法子。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央视频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
再见。